平平，他是我儿子。 我来是想和你谈个事。你先等会儿。那边，扫码。我想让你和谭静离婚。谭静怎么想？问题不在他那儿，在你。我就问你，你怎么想？ 我怎么想啊？那离吧，反正这日子也没法往下过了。你打算出多少？你要多少？波哥，哎，我如果非想娶了嫂子，我得花多少钱？ 500万？<笑>说啥呢？这样，我给你个方案，不行你就找你爸去要，哎，你就跟聂总说这钱呢是孙志军要的，他心里都明白。你也是我爸。老爷子，那我们俩的那个缘分可大了。 我这么说啊，他改变了我的下半生，我们这一家三口也是拜老爷子所赐。好。您等会儿，我再问一句啊，。 你要是想让谭静过好日子呢，我不拦着。如果我能离，你能娶她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 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你都知道了，他跟我要500万，还说这笔钱就该你出。哼，这事情还没结果。 他居然敢开价，啊！啊！给他，为什么给他？你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的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你？我根本不认识他。 什么跟什么？你在说谁啊你？孙志军，一个叫孙志军的人，他来问我，他问你要500万，还说你心里全明白。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无赖？他是谭静的丈夫。 这是什么跟什么呀？这能嫁给孙子军的女人，你说她能好到哪去？这真的是啊，破锅配烂盖，破到一块儿的。你看看，你都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？你，先生，我儿子像不像我？嗯，<笑>像不像？像我，像嫂子。是。 挺像的，哎，就是，<笑>我跟你说，你们就跟你嫂子一样，非说像她。我跟你说，这孩子刚从产房抱出来，
我妈就说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，就是我嘛，啊，就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你看那个那个，看小鼻子，看那小眼睛，哎，看下巴，看到没有？下巴看出来，这单眼皮挺像的。别上手，洗手上手。哎呀，哎。念念，嫂子啊，你辛苦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和肉哥。念念，怎么了？嫂子啊，我们多来看一看。好。突然想起，我下午还有个手术。这哪个手术？没事，你先忙。他哪个手术没有我呀？这个 RCP 值大于99.99%，按照常规啊，这个 RCP 值啊，要是大于99.73%，就可以确定是父子的血缘关系了。但是从血样上看，你就告诉我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平平，他是我儿子。你为什么不说？回去问你父亲吧，顺便问问他，我爸爸是怎么死的。